各位乡亲啊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我这里是我的家啊 ，Ladies and gentlemen 啊啊，今天是这个2020年8月18号，我们看到这个远方呢，就是华盛顿。这个 DC， 大家看一看，可以看得到吗？可以看到这个，可以看得到。这，我在这里呢，今天呢，就告诉大家，我这个房子呢，是沃森通尼亚塔瓦这个19楼第5号，就是1905，就是孙中山和严复先生在。伦敦会面的时候，那个1905年，我是为了纪念这个事情啊，买的这个房子，这是我的家，啊，看看我这个寒舍，啊，为什么是两个秦呢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在大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，啊，台湾是，这是我。给大家个启示，这个大国兴衰的一个故事，我给大家讲述这个故事，啊，我给大家，给特朗普，这个是我的竞选台，这个你看特朗普的这个帽子，这个呢，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竞选台，怎么样子才能够让这特朗普的？最后竞选呢，现在特朗普在那正在这个选情这么低落，那么有一个办法刺激，那么特朗普就是打反中牌，极限施压，然后调动的台海必有一战，因为打一个局部的战争来讲呢，对美国的选情来说刺激更大。哎，我在这里让大家看一看我这个走进我这个房间里的一个我这个房号，这是我的厨房啊，看啊，这就是房号，这就是你看，这个是我的房号，这是我的这个走廊，我现在大家带一个走廊看一看啊，当当当当，这是我这个电，这是现在告一个段落。啊，我们上去看一看也行啊，不足了。好，我们上去走一下，上去看一下，上顶楼看一下顶楼。景色多美好，这个叫南，这边是南面，这个南面对面呢就是那个 Washington DC， 知道就是 DC， 就是前面的那边就白宫，还有 Washington Memorial， 还有 Capitol 都在那边。这个城市呢叫做，这个城市呢叫对面，这个城市呢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城市，那个就叫做Rockville， 这边呢是医院，这个 Shady Grove 的医院，这边呢是我们这个小区，我们这个小区呢就叫做沃森通尼亚 Real， 这个叫 Real， 看到吧，这叫 Real， 这边是 Real。这今天呢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最高处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华盛顿的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楼，就
走向了生命的顶峰，就是 Let me go to top of my life. Let me go to my life. OK， 就这样子了。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了，谢谢大家。